OK 了。我现在想说，男子汉大丈夫，我们为了把追求一个最好的戏剧表现，我们并不会畏惧这种区区的弱水戏。三，对，你们自己要借点下去。好棒！颁奖齐名，是个敬业，对不对？大家。第二个单板，第二个单板，能不能有点？先比较好，风大，修不会修的，来吧。好来，小跟我装新手。为阿星的职业，对，我跟导演研究过，就是我们想要换一个方式，就是安静挨打，但是不怕，挨打又站起来，挨打又站起来，打到站到对方怕的位置。爹，我还跟我借宝石，啊，被打到水里都真的摔，每一拳都真的摔，然后下面其实那水很浅，下面的鹅卵石啊，是真的，哇靠，其实每一下都觉得很痛，可是。就不想做假，就不想只是假摔而已。我可以从镜头上面看得出来，这个人是个很认真的人，尤其对工作，他可以从镜头传递这种语言告诉我。那脚最后一下、哦、山下那个是很漂亮，那个好深邃的脚偏爱都是啊，然后没有胶带，你会到高一点，还要把你摔受弄了，开始全身伤痕累累，帅了，这个一定要仔细拍，太帅。对我来讲，东西很简单，结果很简单，就是做好它，就是说把我的角色的东西任何一个环节，包含服装表演，要落水就落水，要摔就摔，要打巴掌就打巴掌，要穿冬天要穿夏天衣服就穿，夏天要穿冬天衣服就穿，结果都一样，就是我们只希望就追求最好的戏剧表现，所以这部分在这个前提跟最高指导原则之下，这些苦我都可以受。我要你轻飘，我要你率性，然后我要你不专情，可是你要是深情起来又很认真的那种角色，那就是韩志毅。印象很深刻，就前几天在公园拍了一场哭戏，就是我救了阿星跟钟天琪，那救完之后我一个人什么都没有，我促成了一对佳偶，可是我自己什么都没有，我一个人坐在公园喝酒，然后掉眼泪。夏之星，你骗我，你说你不爱钟天琪，你最后还是选择钟天琪。本来就想写一场生死关头的戏，而且我一定要让阿星是受制于人，讨厌别人骗我。可
天琪来了，那当下天琪的出现胜过千言万语，他根本什么都不要讲。你干嘛？大概坐这边是不是？OK， 坐一边放。再下去了，放下去就在底下。等下我用个车子脚跪下去，就抬手，因为接，我们就接的，反正我这样子。你给我注意，你走开，你应该是他先判的。那我们就来真的吧。没有没有报道是因为不要进来好了，干脆请你不要进来。来 OK， 我是不要怕的，我来请来。5 4 3 2我看到火场那场戏的时候，其实我非常惊讶，因为其实竟然写了有8页。在讨论的过程当中，我很反对拍这场戏，因为我很担心我们可能在对火的控制上面会没有把握。其实我真的曾经有一度妥协，所以我会回到去跟编剧讲说，我们来写炸弹，就是你还是会感觉说，其实第一次想要火场是最好的。来，我先问了。4 3 2你走，你走，火车全程都是人的，走，你走，走。宋天奇，带着你冷酷无情灵魂，跟我一起死吧，反正我已经走投无路了。走啊，走，别杀了，你打不开我的。你要找到一个可以烧的房子非常的困难，那我们的制作组也非常的辛苦，找到一个愿意给我们烧的房子。那我们也到那个村子里面跟村长都做了申请，所以该有的动作也都做了。今天请专业的人就是来现场弄，然后这样比较安全，因为像平常我们拍的时候自己弄，就可能现场的状况很难控制。我们这次找的人，他就是用瓦斯，很多火是用瓦斯，因为我喊咔之后，这火就可以熄灭，这样。这演员在这么烤的一个热的环境里面去演这个戏，那非常的困难，非常危险。好 ，OK， 好。哦，那但是因为火势实在烧得太大，然后浓烟四窜，以至于居民们还是非常的担心，那以为是出了什么事情，然后还报了警，然后警察还过来关切这样。住一条线，从这边再拉一条线出去，就变成数两条。有时候为了效果，我们需要烟多，我们需要黑烟、浓烟，所以我们必须燃烧一些，包括像强力胶。但是其实你要待在那个环境里面，还是非常非常的辛苦跟危险。那我也试着站在火旁边，其实几秒钟我就受不了了。可是他们还必须要在那个环境里面去把台词讲完，演完八页的戏，我觉得真的非常了不起。这个是在后面，那后面有吗？然后我们工作人员也在拍到眼睛都睁不开，因为被烟熏的。场地的关系，因为火的关系，那因为安全的关系，我们非常小心。那也花了很长的时间。那当然，最后我们呈现出来的效果非常好。两个人晕倒哦，左边的。所以很多在分镜上面要配合火的需求做一些改变，就可能镜头没办法拍那么多。
OK 啦，主要还是演员的。